Vegas has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've ever been to, really. 我刚问他说，其实来亚洲呢，有这么多选择，有这么多大的城市，有这么多国际的城市，为什么会选台湾？为什么会选台北？然后他就说，他其实他的工作，他觉得他非常非常幸运，可以世界各地跑不同的一些城市。然后他说，他最想去的就是一些没有去过的一些国家，没有去过的一些城市。然后呢，他听到很多台湾很棒的东西，然后他就想说，他一定要来台北。然后来到的时候，他说他是觉得台北是最棒的一个城市，给他一个欢呼声。So you've been here for 2 days. 2 days. I know you're super jet lagged. We saw your Twitter. 我们知道他来了两天，他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时差，他很累。You don't look tired now. I felt no, walking down that red carpet. You came out of the car like this. Yeah. And now you're like this. I got 10 years younger by the time I left. 我刚说他非常非常累，因为时差的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刚说从车子出来的时候，他本来很累，但是他走这个红地毯，他说他年轻了10岁，因为你们的欢呼声。